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639集。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分享第七集的一个 Wheel Jack 的玩具，它是来自一个三人包丛林任务里头我把它拆出来的。那么这款玩具凭良心说，我觉得做的还可以，甚至呢有一点点啊，一点点电影第二集时期的玩具的感觉，特别是它的头雕啊，完全有以前电影系玩具的那种风格。这个护目镜的话呢，整个零件呢是做的非常的巨大啊，然后透明件的话呢也有做出来，嘴巴呢也有一个细节的刻画，算是做的相当好了。那背后也有一个透明部件，但实际上呢没有办法透光。然后胸口的立体感、破碎感的话呢，真的就是以往电影系玩具的感觉了。那下半身的话，造型过度来说就稍稍有点潦草，整个脚掌是白色啊，有点出戏了。如果说加上一点旧化，或者是把它弄得有点更消光一些，可能效果会好一点。那背后来看的话呢，细节也是跟着减少啊，跟前面相比有个比较大的落差。手掌的话呢，侧边啊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板件，侧边来看就有点像是盾牌手了呀，一样有一个小翅膀的一个感觉，小翅膀倒是也不错了啊。那最赞的还是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它是这里这块部件呢是翻下来，然后从这里啊把两块这个胸甲的这个部分给顶住的，那实际上是扣不住了啊，但是就把它往上推的感觉。博派的标志也非常的明显，头顶上还有一个啊，所以说是近期来讲的话呢，我是很久比较感觉好像一段时间没有玩到细节比较丰富的官方的玩具了。那手的内部啊有很巨大的空洞，手枪就一把，然后没有涂装，造型稍微有一点点小奇特，但是握得非常的紧啊。这个插下去之后啊，要拔出来的话，那真的就是新婚夫妻了啊，就非常的不容易抠出来。然后它的做工来讲啊，我的这个髋部啊，这里本来是一个球杆，我已经有上过快杆了，所以它比较紧实一点。那它真正松的地方呢，也不是这里的球杆，而是这一处这一块，上面这一块跟下面这一块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的连接处比较松，还有这个手的这个地方，这个打铆钉这个地方稍微偏松。这手的胳膊还好一点啊，我的右手的话真的就是比较松弛一些，讲一下可动，腰身可以动，拳头不能转，但其他部分呢能想得到的呢都是几乎都是可以动的啊，手臂的平举也是没有问题，额头肌可以转动啊，那么脚前后左右侧踢啊，侧踢的话呢这个轮胎啊在这里啊限制了它的一个侧踢幅度的话被影响比较大，脚踝的话呢接地性啊什么的都是相当之不赖的。那我们就来示范它的变形过程了啊。首先的话呢，把这个肚子这一片拿下来啊，两个胸甲往下压下来，这个背包这个部分呢整个部件是往上面挑出来一下下，然后往上面提上去。再来我们就把这个头啊跟胸口呢做一个简单的小变形。这个头啊穿过去的时候呢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因为它会刮到头顶上这个漆面，很难避免啊，很难很难很难避免，几乎都会稍微去碰到，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转到这里，再来的话呢把这整个龙骨给拉开，手臂这地方先下来再转过来到这边，好，然后呢手臂的话往后面放过来到这里啊，各位看到这里的双动关节里面这一侧先进来，然后呢这一侧再转出去，你把这个形状给拼出来就行了，到这里。然后胳膊我整个往上翻，这个部件的话呢这里啊手这个部件一样沿着往下放下来，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个洞跟这个白色的凸做一个结合，好，扣上去。这一侧也是一样的啊，转下来这里把它扣上，这个时候呢前轮的部分呢就算是已经被固定住了啊。那背后这里也是比较简单的啊，首先把这片部件挑出来，两侧都有，这个脚掌这个部分直接的把它给翻下去到这里就行了，然后往上面折上来到这里，折上来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鞋尖啊给塞到这个里头去啊，到这里。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这个部分在这里等候着过来。那这里啊就是有一个棕色的凸跟这个白色的凹的一个结合到这里，那我们就是把这个鞋尖啊给放进去，放进去之后呢这个地方侧边这里记得把它给扣上去。好，另外一侧这里也是一样啊，应该是要这样子，先把这个手啊跟它做一个这个地方先推开到这里，好，扣上。
OK， 最后就整个的把它往前面推，你就会发现呢，它有很多应该扣的地方呢，全部都会自己扣到定位。好，那么最后的这个部件是翻转180度，转下来之后往下面放，这里也是一样，转180度之后往下面放，放下来之后啊，上面这里有个结合，这个地方一定要扣紧，一定要扣紧。它上面这里扣紧之后呢，下面这里这个地方才能够两个能够挨得近一点，然后这里两个组合成一个比较大的凸，扣进这个凹，把它给放进去。那最后就是前后稍微把它捏一捏，压一压，严丝合缝的将它给 match 上去啊。我们来看到它的一个轮胎的滚动性啊，全部变形到位的话呢，滚动性还是相当可以的。然后这把枪啊，就只能够放在车顶上了。以电影系列玩具来说，这一款的细节其实做的我觉得真的是还可以了啊。下方这里有一些机械的刻画，如果愿意给它这个上点旧化墨线，其实真的会更好看了啊。那这个蓝色的透明件啊什么的，车头的立体感做的也是相当可以了啊。车子的侧边尽管说有一些裂缝，但我觉得还是在能够接受的范围。轮胎的话，前轮有打铆钉，但是后面没有啊。那后面这个地方就是记得啊，上面这里一定要扣好捏紧啊，这个地方才能够顺利的把它给压下去。那也有一些车尾灯的细节刻画了啊。那它的尺寸大小呢，比起正常的 Deluxe 来说它更小了一点啊，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虽然我觉得它可能是从价格来看有一点像第一级，但是减价之后好像又更降一个等级啊。不管怎么样，而且就是最妙的还是说明书上面没有做任何等级方面的说明了啊。那整体来说了啊，我是觉得这款玩具做的还是相当不错，人形跟车形态的话呢，我觉得都在一定的水准表现之上。那特别是车型啊，这确实是包覆的已经算是相当的 OK 了啊。最近状况比较不好，有一些事情啊，让我觉得我好像整个人被废了10年功力一样啊。就等整个事情能够告一个段落之后呢，我再给各位做一下我近况的说明啊，不然发生一点，每天发生一点，然后就跟各位讲一下讲一下，这个不停的吃自己的设定也不是办法啊。那就感谢各位这段时间的各种鼓励与支持，那我们会继续的给大家做玩具的更新，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